您那要来比较还是难的。哎，美女。跟你们的脸全部一样，干下水。是啊，下没下？哎呦，哪里像我的儿子哦，14岁而已哦。哇，已经拿到 National 好公民 Award 了。哇，你是他的？我的阿哥哦，他也很厉害的哎。哇，他的 COVID-19 哦，哇，他找到那个 Q 哎。找到来 COVID 的票啊！你儿子，你要去主宾的啊！我昨天跟八哥打麻将啊，要不要介绍给你们认识？哎呦，我们大人讲话啊，你小孩子顶什么嘴呀？没礼貌！哦 ，By the way 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懂到这俩线上有没有爱情骗子吗？什么来的？你懂吗？你不懂啊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是那种哦，会向你那种 Good morning, Good night, 哦，很 good day 那种咯。我跟你讲，我儿子干呐！对，然后。你懂哦，他们哦就是 get 不到人哦，对不对？我就我跟儿子觉得蛮可怜的，对，那你懂那种爱丢的时候那种啊，卡都没有想到别人的那种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跟我儿子哦买5万嘞，送给他，哇，还差点够过嘞，够好，你放屁呀 ！7-Eleven 有5万块，我还丢金卡来买，你去金抓店买来烧给他的吗？叫你烧400万 cash 给他，我听你们放屁啊！一个两个新年讲话不用钱的、啊。我上礼拜我驾车啊，加到半没有油哦，我再放一边呢，我去买新的，不要浪费我时间去打油啊。你还是因为那边，哎，这个是我的妈妈送你的。你看我儿子14岁而已嘛，14岁啊，来，哎呀，冰妮，我14岁长这个样子啊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你戴好了，阿玲啊，睡成这个样子，看到你的脸都没有过年了。那来表穿脸给他啊，去玩。这样子啊，这样讲儿子，不要管他乱讲话了。看这个，看这个，哎呀，送给你们的。哇，猜多少钱？这个2块。两个屁啊，可以1块。哇，你看我的 collection。好玩，来哟，跟你讲啊，你要看我的 collection。有没有？只有我这种人才会欣赏。还有哦，你看他的酒量好哦，你要给他躺平，连他的口哦才会湿湿。他站起来哦，那他就干干了。哦，啊，他干干哦，就要坏喽，跟他老公一样哦。哎，太可怕了！所以哦，只有我阿达的人才会找这种男生。哎呦，这个杯还是我们哦自己家的 brand 的嘞 ，Marco Sella 的。啊，你看，水水耶！哎呀，哎，这我一定要教你们一下哦，喝红酒哦，一定要配那个从意大利飞过来的哦，他们家那里家的。可是哦，因为现在 COVID 嘛，那个 cheese 飞过来。那我一杯来给你们吃一下。哎呀，哎呦，好可惜哦。那现在的老人哦，卸甲了的，讲话啊，那不用钱的，看你甲了。哇，嘿，我西北厉害啊，这个 Marco Sella 喝的酒啊，看起来很贵耶，可是最贵才300多块，你看200多块、100多块都有耶，这个 Marco Sella 西北货啊。哎，别人看电话嘞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最近啊，我老伟，我的老师啊，一直穿着手表说嘞，老伟现在还要约我出来嘞。真的，真的，哎，我跟你讲。
讲了，我的更好哦，什么？你的更好。然后我开 OnlyFans account 哦，我放我底裤上去买嘞。然后你懂谁跟我买吗？谁？我校长跟 HO 的弟弟啊，赚大钱嘞！对啦，赚大钱嘞！老美 City 啦！哎，等等等，你们都是小 case 啊！我跟你讲，几个月前哦 ，Teachers Day 的时候，我看了老师赚什么没有什么钱呢、啊所以哦，我给他们一人一粒 Bitcoin。哇，老友，我这你朋友半粒都没有给我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？我给你十粒啊，我也给你十粒啊。哇 ，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 ，Steady 啊！不要吵了啦，来，玩牌，Marco Seller 推出的新年发财红酒 package， 今年送礼的最佳首选。今年要发财，一定要送这个给你的亲朋好友啊！马上按那个 URL 下单，马上！嘿，这烂小伙伴，你别找混你啊！